那个 Dior One Essential， 先擦了它就有一点像导入液一样，然后擦完它再擦我的保湿，它就更好吸收，等于是就是帮皮肤有一个保护膜，就是抗污的作用。对，它的质地就有一点像精华乳，有一点就是蛮轻盈的，然后抹上去就没有什么负担，然后很好吸收。对，其实就是水嫩水嫩的。对，其实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夹杂了许多污染及压力，所以我觉得其实让保养多一层防护，可以让我们的皮肤重新开机。